嗨，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八字己巳丙寅戊申辛酉。那这个人啊，就是说啊，他因为他命里面有寅巳申三刑啊，所以他觉得他很惨啊，很可怜啊。古书里面讲说寅巳申三刑都很烂啊，那是不是真的这样齁？他有去问过很多命理师啦齁，那所有的命理师传统学派的有说啊，哦，他月令逢寅空啊，然后取年的四当令啊，生旺格，断说他八字还好齁。那来讲齁，又有说啊，他的八字啊，那是缺水齁，所以他的虚土被烤焦，反而没有一个土啊哦的营养需要调后补水。那也有说啊，哦，说他命带三刑又身弱不能用水，所以说他的八字齁，哦，很受争议啊，哦，那这什么三刑呢，又什么无刑之恩啊，十事之刑啊齁，哦，他的感悟他就说啊，这两个都对啦，从小啊齁，哦对他就是说他家里条件不好啊，从小到大他都很独立啊，对父母这种再苦啊他也不会去烦恼他，因为他知道父母亲他也不能帮他什么啦，那是说啊，持世之行的解释说容易遭受挫折，容易成功也容易失败啦，健康不良，很容易跟人产生隔阂，他的自己的亲身经历就说啊，他的朋友真的不多啦，但是他自己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，吃的苦多，经历的事也多，什么童年里没经历的事他都经历过了啦齁，所以说啊，有朋友要帮忙他都尽心尽力去帮啊，但事实是说啊，帮的过程中啊一点不顺心，朋友就会和他倒戈，到后来就绝交啊，然后呢他又说啊，他的八字又带驿马，所以他自己工作想要稳定下来，可是他坐下来工作的时候，结果都是往往后来要被开除，无法稳定，所以他自己只能够从事啊流动性的工作，快递员啊，业务员啊，他才能够勉强有工作啦，也因为三刑的关系，冲父母宫，以至于工作也时常被领导误会受气，然后又冲了婚姻宫，以至于啊，遇到了很匹配的妹子都很莫名其妙的错过齁，所以啊，他因为八字不好，他能够感受到这种无形的压力和运气之苦，往往啊，从事一件事别人只要七分力他要十分力而且啊，要一波三折才会成功，所以他就了解到啊，这种八字带来的先天之苦齁，这个就是啊，他所认识的三刑齁。各位听我讲了这么多啊，我说他妈狗屁混蛋齁。为什么我说他狗屁混蛋？他从头到尾他没有去反省过他自己啊。这种人就学了命理啊，他反而让他自己啊认命，然后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本身问题很多。这什么三刑狗屁刑啊，真的一个三刑就会这样吗？他自己没有从他的基本去走，那他所讲的东西其实啊在八字里面看得多清楚啊。你看丙辛一合己土克亥水，克癸水，那破财嘛，那财就是什么，那他这边会好吗？当然不会好嘛。然后你看他地支，寅亥合巳申合，他本来的一个官运又被合走，官消失，请问他工作运会好吗？当然工作运不好啊。然后他有两个食伤，突然剩下一个。这在八字里面叫白痴，白痴就是什么变笨，也就是说这个人啊来讲，他的运程本身就在低潮。那从他自己所讲的里面，我先跟各位讲，他根本就没有去努力过，
像这种八字来讲，破财就破财啊，他真正要做的是什么？就把他的金加旺一点嘛，因为他很多东西都已经消失了，所以呢他要加旺他的食伤，他的食伤啊，用金加旺他的食伤，让他的食伤旺一点。那他的工作，当然食伤的人一定是动态的工作啊，不会是静态的啦。静态的工作是官啊，问题他现在就没有官啊，他怎么做静态的工作？所以其实他根本啊，不是因为隐士身这三行所导致的一个现象，而是他所有的一切在他的八字里面，就是跟他讲，他要官没官，要财没财，这个人本身又很笨。根本啊，跟他自己所讲的一个状况是完全不符合的，所以我才会说啊，他写了这么多，他其实基本上他就混蛋一个。这个来找我，我一定骂他混蛋啊、哦！自己本质他自己没有去认清楚，然后就一切的就是怪说哦，他的八字有隐士身三行，谁跟你讲的啦？啊，对不对？难道他没有下一个运吗？啊，他下一个运。他下一个运是什么？壬戌大运。壬戌大运的时候，他的财运就出来了啊，对不对？那戌土，土生金，克乙木，所以说呢，他的财运出来以后，第二个，他的食伤运也出来，但是他的官运还是消失。那与其这样子，我一定叫他好好的去做什么业务，冲刺业务，加强你自己的业务的能力，让你自己在业务的状况会很好，而不要再去走什么官运，因为他官运就是不行。他的官运不行的状况下，就不要去走跟这一块有关的事。所以他的八字有很差吗？其实不会差、啊，只不过刚好是碰到一柱大运势，他妈很低潮的。然后呢，他就为了要解释他的低潮，哦，开始啊、哦、什么。什么逢冲啊，夫妻宫逢冲找不到妹子啦、啊、你在骗我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啦、啊、妈的财运就很差、就是你的钱跟桃花就是不顺嘛，跟这个冲有什么关系？所以很多人在学八字就这样子啊，学了一点他就自怎样自己在那边套自己的命，而不是真正的在拼命。所以套到最后呢，全部啊啊，我就是这么差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会说啊，他混蛋一个。所以我希望、啊、各位啊，在学命理、在学八字的时候，不要犯了这种错误，了不了解？那只不过是一柱的低潮，他妈讲的好像人生无望一样，好像这个就永远影响他一辈子，没那一回事啊。下一柱大运就比现在要好，结果呢一直在那边讲自己不好不好不好，那到最后真的到那个大运的时候，好也让你讲成不好了。所以各位要清楚这一点啊，不要犯的跟这个人一样，不然啊学了命理反而被命理所害，这样就太不值了啊。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，大家下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